2018年黑龙江挑战已经是第十次举办，由2017年11月到目前为止，我哋45个人共同完成了15个项目之中的10项，剩低的5项将会陆续完成，包括纪录片的首映礼。我哋在旅途之中得到老师和学长的引导，同学之间亦都互相学习，从而我哋不断成长。当有同伴需要扶持，我哋会伸出援手，一同克服不可预计的障碍。挑战中发现自己的强弱，反思中发掘自身的潜能，当中亦都了解到所谓的包容、尊重、接纳和合作。在缘分的牵引之下，我哋非常荣幸可以得此机会遇上知己，带住甜酸苦辣一起走过黑龙江这一站，为人生写下灿烂的一页。这个是第10届黑龙江挑战纪录片的预告，首映将会在2018年2月14日展览会暨分享会中播放，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。